咱们今天绣这个红色的对号，59号，看这些03的针。走线啊，首先是单个起针，单个起针在这块起。咱们这个起针是属于跟接线一样，比如说这个线不够了，要是像咱们刷墙的情况下，这根线不够了，就是单个起针，在这边接线，就该这一号起个针。咱们走头半针的情况下，把这个头半针的这个线，要是稍稍拽得紧一点，等着压第二个半针情况下，就别拽得太紧了，太紧的话就会往里头凹了。三个收尾，这股线正好。收尾哈，压底下这个不丝，这是咱们这穿这个束不丝，压两个束不丝。